大块的三文鱼真的爽。熬虾，不愧是40块钱一只的熬虾，肉质真好。芥末有点上头，超大的寿司蟹柳，榴莲饭，麻辣花蛤，超级厚的芝士。是一份鳗鱼牛肉寿喜盖饭，超香。打了几个温泉蛋进去。太喜欢拌饭了，
拌饭真的太香了，尤其是这样一份豪华拌饭。今天吃小龙虾还有肉松小贝。这个小龙虾我是在网上买的那个即食的，之前买了一盒觉得挺好吃的，马上回头又买了五盒，每只都很大，跟我手比一下，这么大的钱。你们吃头吗？我觉得头很好吃，肉都是很大颗的，很完整。其实平时我就喜欢做点小龙虾吃，这个比我自己做的好吃多了，很大吧。虾头已经处理得很干净了，下面我把它剥出来，然后盖到饭上吃。忍不住了，蘸一下这个灵魂酱汁。嗯，我还是先剥吧，不然待会儿吃饭的时候就没虾了。小龙虾盖饭，嗯，龙虾肉，哇，这个汤汁真的太赞了。我再去弄点糖。嗯，有点舍不得吃完。这猪蹄没骨头，五骨猪蹄、嗯、我的天哪，都让你给去骨了、嗯、我的天哪，这骨头都给去了。嗨，今天吃七个蛋糕盒子，还有一个韩式火锅，热气腾腾的。鱼干好嫩，这经典干。
里边还有坚果，这个抹茶的。上面这个是一个柠檬味，中间还有板栗呢。吃完甜的再吃点咸的，哇，热气腾腾。年糕软软的，好好吃啊。酸酸的口感。这款奶油好多啊。蜜桃口味的，这个肯定是黑芝麻的。底下还有核桃仁。好甜，吃完甜的吃的苦的。上面的巧克力有点苦，中和了之后中间的这个奶油就刚刚好。抹茶草莓